乡亲啊，为这礼拜四开始就是清明四天的连假，未来这礼拜的天气变化较大哦。今仔日、明仔载天气稳定较烧热，也毋过拜三天气就会转变。这礼拜三的顶半天有方面来通过，到时阵中部以北甲东半部会来落雨。啊，为拜四一直到礼拜日，佫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雨区东移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继续来落雨。啊，若中南部是侪云，较无受到影响。